悉尼对 COVID-19 处于高度戒备状态，悉尼的封锁已延长至7月16日。您可以离开家的原因包括购买食物、医疗保健、锻炼或基本工作和教育。您可以离开家接受 COVID 检测或接种疫苗。除在家外，在室内必须戴口罩。您不应该有房客来您家，这包括您家庭以外的家庭成员。如果有人感染 COVID-19 或接触过 COVID-19 患者，您家中的每个人都应该接受检测。访问nsw.gov.au 了解最新信息。